你的师尊老子不是说过吗？无为方能无不为。孔丘啊，当今之事，王纲失序，天下纷乱，可你还是要一意孤行，推行礼乐仁义吗？丘惭愧，一无所成。那就索性放弃吧。明觉者，公器也，不可久居。那弟子何去何从？毕竟不能像葫芦一样挂在门楣上，无用于世。无用，安之不是大用。弱则生，柔则存。天下莫弱于水，而攻坚者莫之能胜。上善若水啊。先生微言大义，吾道一以贯之。先生的道是大象无形，超然物外，不限于世间，而我的道则在人间。那就不要在意天下的误解吧。富者赠人以金，我没有金子，就赠你这几句话吧。